Welcome to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China. I'm Jenny. And I'm John. 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高中级的课程，对吗？ Right, upper intermediate. 而且我们说的是电影。What about 电影？那其实电影里面有很多的种类，是不是？对， movie genres, 对吧？嗯，然后有一些种类我觉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科幻片。那种 sci-fi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是平时可能不怎么用到的但是呢一年里面也往往会看到几部这样的电影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是什么、怎么说对吧对对那么在、进入今天的对话之前我觉得有一个字的读音啊我们要特别的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知道那因为电影还有一个、说法是影片我们说一个片子或者是片子对对对对这是第一声第一声但是这个字呢也可以做第四声来读比如说片比如说用在这个、数量词量词上面一片什么什么东西 OK 嗯，好像也可以说照片或者是照片对或者照片对就是这个片和片、就是中国人我们都会有两种都会混用对吧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一种是对一种是错其实是经常两个都会用的你觉得吗对对但是只有那个量词的时候呢是非常确定的是读第四声片一片还有如果有那个儿化音儿化音对对对肯定是第一声啊片儿对片儿不能说片儿片儿OK 片儿好的那么说完这个读音以后呢我觉得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几个电影的类型好不好好的影片的类型那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难一点的好吗好你说那这样你知道中国每一次要过年的时候过中国年的时候就会特别有个导演冯小刚他会拍一部电影会放啊，这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吗你来中国那么久了那么这种电影呢就叫做贺岁片贺岁电影那这个贺岁片是不是跟过年有关这个电影不一定要跟过年有关但是呢它通常就是比较快乐的因为它是在过年的时候放、所以就才叫贺岁片像美国也有这样也有这样、是吧就是 Christmas movie 什么的对对对 Summer movie 对对 对都有因为中国我们说新的一年好像就是每个人又大了一岁嘛然后祝贺你、又大了一岁祝贺新的一年贺岁这个意思好那还有一个、中国很重要的电影类别就是武侠片对吧 Yeah so that's like a kind of fantasy film set in ancient China 对而且就是里面会有一些武打对对然后 It has like martial arts but it's set in ancient China There's often magic 对对对就是你说人会飞来飞去的所以你说是 magic 或者 fantasy 对吧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这样那还有一个词呢经常和武侠片会联系在一起因为像刚刚你说的这里面有一点 fantasy 的成分嘛然后这个词呢叫做传奇 legend or saga 对对对这个意思那、还有一类的电影呢是法国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是最先锋创作出来的是新浪潮电影 So new wave 对那种流派对吧这个可能比较少见一点啊新浪潮电影对我不太看看不懂那还有一种电影是好多人都特别爱看看了特别轻松开心的是搞笑片That's a silly comedy. 对对对，就比较多的怎么说，很故意的搞笑，因为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故意做一些事情嘛，对吧？对对。那所以最多的可能是周星驰，对他的电影都是搞笑片。香港的有很多吧？没错。那其实搞笑片和另外一种类型也是让人看得开心的，有一些不一样。那种类型的就比较幽默的电影，比较轻松的，叫做喜剧 So that's comedy but it's kind of comedy in the sense of drama with happy ending 对对对然后经常会常见的浪漫喜剧我觉得好莱坞好像特别擅长浪漫喜剧对吧 Romantic comedy 对对
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严肃的好吗？那种电影叫做史诗片，史诗。So that's like an epic movie. 对，比如说《指环王》这样的电影，对吧？那《指环王》算不算武侠片？我觉得，因为武侠是很中国的一个概念，你觉得吗？可能国外的不可能是武侠片。对对对，我不太知道国外这种，就算也是用剑那样打。如果这个指环王是中国的，肯定是武侠片。武侠片，对对对，很奇怪哈。嗯。那么对，史诗片，那史诗这两个字其实也很有意思，历史的史，因为这些通常是发生在很早以前的，对吧？对对。故事，然后诗就是一首诗，诗歌的诗 ，poem。Historic poem。形容的很好吧， 对， 对吧，就是 epic 的意思。那么还有一类电影是你们美国然后全世界也很大家都会看的电影，当然就是好莱坞影片。Just Hollywood movies. 对，但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中文是怎么翻译的， transliteration, 对吧。好哇，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没听那个对话呢。赶快吧。你有这么多碟真是个影迷。我是收集了不少各个国家的电影，我特别喜欢看欧洲的独立电影，他们的构思非常独特，有些轻松幽默，有些却沉重黑暗，总之和商业片非常不同。你爱看什么电影？我的口味比较大众化，喜欢浪漫喜剧和动作片，好莱坞这类电影都拍得不错。国内导演我最喜欢冯小刚，每年最期待他的贺岁喜剧。那你今年要失望了，他拍了一部武侠传奇片，完全颠覆了以往的风格。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导演现在一窝蜂地去拍这类电影，还是王家卫坚持自我，不同题材都能拍得非常有自己的个性。他的电影真的很有型，有时候虽然看不懂，但还是会被独特的气氛吸引。他现在正在美国拍一部浪漫喜剧，不知道会不会延续自己的风格。你看过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新浪潮电影吗？对于习惯现实主义和其他比较常见手法的人来说，绝对是一种震撼。那我一定看不懂，生活压力这么大，为什么还要看这些需要动脑子的电影？所以我还是最喜欢搞笑片、科幻片这类轻松的题材。还有《指环王》这样的史诗传奇也不错。看来我们的欣赏口味的确不一样。哎，这样你自己喜不喜欢看电影？喜欢啊。我们说到的这些电影的类别，你都喜欢吗？也不是都喜欢。好的，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啊，像这种特别爱看电影的人，我们可以叫他们为影迷。影迷。So movie buffs。对对对，迷就是很喜欢，迷上的意思啊。嗯哼。那么还有一个字呢，就是特别在中国啊，看电影好多人会去买那种碟片。碟。碟是 disc, 对吧？对对对。可以是 DVD, 也可以是 VCD,对吧？虽然现在没有人有 VCD 了，这有点historic, 对吧？但是我们就说是碟这么一个字啊。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Chinese 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 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3 months? Or D, Chinese 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3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 get the Chinese 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那不说 DVD 吗？DVD 也说，但是就是你觉得平时讲话人家都会说碟，我有很多碟，怎么怎么样，是吧？好，那接下来你帮我们选几个字好吗？好，我们看这个构思。构思其实说到电影或者一本书，对吧，这种文艺作品都会有一个构思，就是它整个的想法一个结构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一个思维，是吧？对对对，构思。好，那还有个问题，就是轻松幽默
和沉重黑暗，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个对话里面的人他这样形容电影对吧，对，这两个搭配。我想问轻松幽默这是relaxed humor 还是 relaxed and humorous？这个我觉得只有英文会特别的就是要求 这个 distinction 区别，但在中文里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反映这是两件事情并列的，轻松和幽默，沉重和黑暗， relaxed and humorous, serious and dark。 对对对，但是在中文里面我们不一定会用顿号把它们分开来，你觉得吗？我觉得看中文有时候比较就是 ambiguous, 不太清楚，对对 对, 对, 对，好像把、你们觉得不需要这个，因为中文就是这么一种我们说朦胧ambiguous 的语言是吧，好吧，没办法，好，继续吧。那我们继续看下面一种欣赏电影的口味，是大众化这个词啊。大众化，我知道大众是 Volkswagen 对吧对对对是吧，就是全民所有的人的意思是吧，大众 means the masses literally 对吧，对对，大众化就是很主流 mainstream, 对对对，特别主流 for the masses 的，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难的词好吗，特别对于你要解释的人来说我觉得挺难的，叫做颠覆。颠覆什么意思、颠覆就是把一样东西完全的都倒过来， like turn around,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对对对， turn something totally around, 对对对，颠覆。特别我们也可以说比如一个导演他自己以前都有一种什么风格，然后现在完全把这个风格给颠覆掉了，just completely turned it around, 对对对， reversed it, 对，经常会用在这种比较抽象的东西上面，颠覆一个思维，颠覆一个想法，这样的，颠覆一个立场可以说，对，可以，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挺简单但是又很重要的词语，叫做导演。导演啊、director, 对，那这个也是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来使用啊，对吧，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导演了一部什么片子，你经常会 能不能 用来表达 directing, 也可以， his directing is very good, 他的导演非常好，那样的话我们好像会说导演风格或者导演手法啊， OK, 否则有点太混乱了是吧中文就这样嘛，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再看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俗语，叫做一窝蜂。一窝蜂It means a swarm of bees, right? 对，这个就等于所有人都去做一件事情，好像都在跟风那样的。So it's like swarming to do something, flocking to do something. 对对对，一窝蜂。对，这个很有意思。好像中国人，特别上海人，很喜欢一窝蜂的去做一件什么事，你觉得吗？有一点哈。好，那接下来呢，你有没有看过王家卫的电影？有啊。他的电影我觉得都是很有型的，对吧？是有型，就是说很有自己的风格，很独特的那种风格，很有型，对，这个的意思就是有型，有型 stylish, has a style, very distinctive,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来形容人，一个人很有型，比如好多人就觉得王菲是很有型的一个人因为她就是很独特嘛，对吧，很不一样， OK, 有型。那还有一个就是气氛，气氛，那气氛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比较intangible 的东西，你觉得吧？对，是一个 atmosphere, 一个对 like an air, 氛围，对对对， a certain feeling, 对对对，气氛。好，这样接下来一个词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刚开始我们两个的那个transcript 文本上面出现了一个错误，这个词叫做手法。我跟大家念一句对话里的句子好吗？对于习惯现实主义和其他比较常见手法的人来说，那刚开始呢，我们打字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注意查清楚，就直接他那个自动的就出来，打错了。对，遵纪守法，就是很遵守法律的那个守法的意思。Law abiding, 对对对，然后我们俩一看，怎么是这个呢？其实这里的手法我们今天用的是你的手，手掌的那个手，hand, 对吧？那 hand 这个手法是什么意思？就是做事情的方法啊，就是手段是吧？
手段好像是 measure 那样对吧，但是手法比较多的是一种 way of doing things， 然后甚至 style， 方对方 法, 方法对对对 style、嗯、加上方法，有一点像那个意思。但这个错误我们已经修改过了，修改过来，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但我觉得蛮好玩的，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词呢叫做震撼，震撼。对，这个也改过了。对，本来我们想翻成 shocking， shocking， 但是 shocking 在英文里是不是比较贬义，有一些贬义的成分。对， like something that's shocking is pretty much never good。 对，但是在中文里面这个震撼是可以、很 positive， 很好的，所以我们改成 mind blowing 对对对，震撼完全 might be a positive experience。 对对对， even if it's hard to accept。 对对，哎，这个说的很好，可能你不太能接受、对吧，但是还是一个、蛮喜欢的比较特别的事情，震撼、好，那解释了那么多，我觉得还是要回去听一遍对话，把它们放在那个、语境里面更加的了解好吗？对，再听一下。你有这么多碟，真是个影迷。我是收集了不少各个国家的电影，我特别喜欢看欧洲的独立电影，他们的构思非常独特，有些轻松幽默，有些却沉重黑暗，总之和商业片非常不同。你爱看什么电影？我的口味比较大众化，喜欢浪漫喜剧和动作片，好莱坞这类电影都拍得不错。国内导演我最喜欢冯小刚，每年最期待他的贺岁喜剧。那你今年要失望了，他拍了一部武侠传奇片，完全颠覆了以往的风格。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导演现在一窝蜂地去拍这类电影，还是王家卫坚持自我，不同题材都能拍得非常有自己的个性。他的电影真的很有型，有时候虽然看不懂，但还是会被独特的气氛吸引。他现在正在美国拍一部浪漫喜剧，不知道会不会延续自己的风格。你看过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新浪潮电影吗？对于习惯现实主义和其他比较常见手法的人来说，绝对是一种震撼。那我一定看不懂，生活压力这么大，为什么还要看这些需要动脑子的电影？所以我还是最喜欢搞笑片、科幻片这类轻松的题材，还有《指环王》这样的史诗传奇也不错。看来我们的欣赏口味的确不一样。好，这样今天我数了一下，我们一共说了十种电影类型，哦，十一种加上好莱坞的话。但是有一些像刚刚说的科幻片啊什么，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啊。但是也说了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词，比如说中国每年新年时候放的那种电影叫什么类型呢？贺岁是吧？对，贺岁片有一点。那么法国有一种类型的电影，我们很多人看不懂，那个是新浪潮是吧？嗯，没错没错，《指环王》那种叫什么电影？指环王是哈哈，难倒你了，史诗，史诗，哎呀真是什么也难不倒你，真的史诗片。很好很好，那希望大家也喜欢今天我们这个关于电影的课程，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电影方面的词汇，肯定有很多我们还没有这个包括涉及到，请大家都上网来问我们，我们像 Connie 每天会有一个这个很详细的词语的表对吧、List 可以，对，你可以问一下。好的，那今天跟你、分享这个电影非常愉快，我们下一次还会带给大家更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吧。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298.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0298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0298.